梦想从选择开始，请听题，告诉我你的选择。你确定吗？你确定吗？有勇气就会有奇迹。欢迎来到惊喜无限的开心词典。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开心词典，我是小尼。大家好，小丫，大家好。小尼，最近总是听到这个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不知道准不准确哈，说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我周围一个女博士都没有，所以我特别想借今天的开心词典的机会，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女博士她们生活中真实的一面。今天我给你介绍三个博士姐姐。好，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三位选手。大家好，我叫季欣，我是中央电视台《影视同期声》和《与您相约》的节目主持人，每天每周都会在三套和八套和所有的观众见面。但是今天我来呢，是抱着学习的目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位女博士一起来到这儿，来到开心词典，她们俩肯定都是我的老师。大家好，我是李丽，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在呢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在读博士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开心词典。据说呀，一个人的收入等于他身边最好的六个朋友收入之和除以六，我想呢，幸福大概也是这样吧，周围的朋友都幸福，自己也不会孤单。所以我祝现场的每一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您健康快乐幸福，谢谢大家。小丫好，小妮好，大家好，我叫林美霞，我是2005年博士毕业之后就业于中科院生物理所，然后担任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欢迎。现在呢，我们要决定三位选手他们的出场顺序，那要用一道选拔题来进行选拔。这道题目呢，非常的有意思，是拆字造句。我给你们一个词，你把这个词拆成两半，然后呢，组一句话。也就是说，在这个词中间加个逗号，明白这意思吗？明白。好，我先公布题目，这个词是梦想，也就是说前半句的字尾句尾是梦，后半句的句头是想。其实这个题吧，还比赛写字的速度，来看谁又快又好。我觉得季欣写特快，你看他好，写完就可以举起来了。好，首先答完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季欣。你太棒了。我纯粹是为了抢答成功，所以才写成这样，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女博士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绝佳方式。第二个完成的是我们的三号选手美霞，她的句子是不想做梦想着成功。二号选手李丽，昨天我做了一个梦，想不到第二天梦想成真了。现在呢，按照这个速度和质量来说，我们的一号选手季欣胜出。首先答题的是他，接下来我们的三号选手速度也挺快的，我们的二号选手要压轴答题了。马上进入我们一号选手季欣的开心一对一。开心一对一。谢谢。可能很多的观众都会认为三位女博士来答题，那她们肯定没问题，个个都是满分，但其实不然。今天我们给她们三个准备的题目恰恰不都是书本上的专业知识，有很多很多生活常识啊，还有各种的这个小知识方面的问题，一定会难倒他们的哈。但是如果你遇到困难，千万要记得要找小尼，因为我能给每位选手提供一条求助热线，然后就在这里了。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每位选手有5道题目，每道题目呢是根据它难易程度的不同分为10分、20分、30分、40分和50分。我们的选手一号选手要加油了，有请主考官小丫。
我特别高兴季星你第一个胜出哈，因为我在面对女博士的时候，我在想，哎，我要给你们提问的话，我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但是呢，面对季星呢，因为他是我同事，我跟他特别熟，所以就感觉像朋友聊天一样。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提点问题。我特紧张。紧张吗？紧张。你知道小妮今天在后台跟我说什么呀？他说我今天真好，我可以考三个女博士。他特过瘾。我在想，其实你的工作呢是让你在一个非常时尚，或者说是非常这个有一点演绎的这种的前沿哈，你怎么想着总是要去读书？我觉得读书吧，其实可能跟家庭有关系，因为我爸爸是哈军工毕业的，是学这个核物理的，跟导弹有关系的。然后我妈妈是老师，她是学中文的。那个时候刚好我们做那个，我刚刚分到电视剧频道，做了一年，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频道1周年。然后当时就特别巧采访了当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教授，也是院长黄慧玲教授。但是我当时采访完都就是觉得是个工作，然后挺客气的就结束了。后来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哎，你怎么不去考考这黄老师博士生啊？我说在电视上看到介绍黄老师怎么在家里面带博士讲课。我说天哪，可能吗？博士我觉得对我来说太遥远了。不会吧，我觉得你首先有一个学位是英语播音。对，你想英语播音在广院是要学5年的吧？好像我们那届是4年，是第一次的实验班。你是学的英语播音，然后季星觉得不过瘾，不能光用英语播音，他还要用中文播音，所以他又学了个播音系，所以这一下拿了2个播音的这个双学位。我估计要是广院有这个法语播音什么的，你还得学，有可能。今天季星呢，他已经博士毕业了，但是他来到开心刺眼，他还是要回答我对他提出的问题。哎呀，我们的问题其实都非常简单。真的吗？全是这个怎么搭配衣服呀，怎么什么呀？这我强项，强项哈。来看一下你的第一题。第一题呢，这个分值比较少，10分。黄梅戏经典名句《女驸马》中演绎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女状元孟丽君的故事。那么，在我国科举史上有没有女状元 ？A 有 ，B 没有。答题有时间限制吗？一般来说是30秒。哦，看在我们是同事的份上，你不是说都是时装搭配的问题吗？我就多找你5秒。女状元，女状元。今有女博士，古有女状元，我觉着有。确定？我觉得有。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太好了。哎，你看哈，这个思路，你看他的思维的方式哈，真的很正确。今有女博士，古有女状元，这个一脉相承的哈，是真是这样的。太平天国3年的时候就有女状元，而且他当时是这个考试的时候男女同时开科，就是同时开考，那个时候就有女状元了。哦，你说太平天国时候就有，我记得好像上历史课的时候背过一个女的名字，好像3个字叫个什么，有个什么维字，但是我忘了她的名字了。是吧？是太平天国3年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有。我还真蒙对了。10分啊，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看第二题。在我国下面哪个节日又称为女儿节？ A 元宵节， B 七夕节， C 重阳节。女儿节就是对啊，元宵节这个好肯定，重阳节是老人的，七夕好像是跟爱情有关的。反正我觉得女儿节嘛，因为女性嘛比较那个感情比较细腻，比较浪漫，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对，反正这个题目我觉得一看上去靠谱的就是 B 了，靠谱的就是 B。 其他两个好像跟这个就没听说过，肯定用的是排除法，反正先把重阳节和元宵节给排除掉了。对对，就剩下七夕节。对，你的回答是正确的，七夕节。就是那个牛郎织女相会，其实在以前很多这个女性是很期待这一天的。所以我现在我突然明白季星写的那个我做梦要嫁人跟这个期待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是牛郎织女相会嘛，对于那个古时候的妇女来说，你又不能出去旅行，又不能出去上学，很期待这一天有一个爱自己的男人，然后开始这个王子和公主的生活哈。对呀，那只不过刚才我的表达方式过于直接而已，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因为你是现代女性，大家觉得这样直接的表述是不是更可爱？省着浪费时间哈，时间最宝贵，不用那么绕哈，节约成本，节约时间。你现在的分值是30分，接下来这道题特好玩。要有一个小小的道具，
你给季星姐姐拿出一个什么小礼物呢？哎呀，小妮今天豁出去了，我把女朋友带来了。凭什么给我拿礼物就豁出去了？你这人真是的。不是今天就暴露一下我的隐私哈，她的名字叫芭比娃娃，小美，不认识，认识。下面的一道题目跟这个芭比娃娃有关系。嗯，如果从第一个芭比娃娃发售的日子算起，芭比现在是多少岁了？就这个小女孩现在有多少岁了 ？A 29岁 ，B 49岁 ，C 69岁。第一个到现在，49吧。49，折中一下，49。因为我在想呢，季星觉得一个芭比娃娃69岁呢太老了，69岁，而他这么的就是大家喜爱他哈，29岁呢又太年轻了，所以选择一个49。我折中一下吧，我折中一下行吗？确定吗？看眼神，看眼神。你都提示了，我就什么都看不见，就这么着吧，就这么着吧。好，小妮，你现在可以把这个芭比娃娃送给季星了。啊，真的？哇，恭喜你回答正确，完全正确。49岁。我有时候在想，芭比娃娃其实可能是所有女性的一个梦想哈，希望自己永远都像芭比娃娃这样这么年轻。但是呢，有一天呢，我看了一本书，我觉得书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没有皱纹的外祖母是可怕的。对，哎，我也在想哈，比如说我80岁的时候，我的脸还像芭比娃娃这样，人家肯定会说天哪，鬼来啦。所以女人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走到任何一个年龄段，你必须要有她的特征。对啊，所以有些时候人家说，哎呀，她脸上有皱纹，有一天有个人说，哎呀，你这照片拍得不好，脸上这有皱纹了，我说，我特酸的说了一句，我说你知道吗，那是笑容走过的地方。然后特得意的就走了。下次别人说我也说这个，我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女人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对呀，没有必要说刻意的说去扮小，或者说追求成熟。你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年龄段你应该有的气质和状态表现到最佳，对得起自己就好了。我觉得好吧，我决定公布我自己的真实年龄了，39岁。我只是显得很年轻而已。哎，我探讨的女性话题啊，跟男人没什么关系啊，男人已经走了哈。那好，现在你的分值是60分啊，已经及格了。来看接下来这道题，40分制的题。好的。当出现干扰恋爱双方爱情关系的外在力量的时候，恋爱双方的这个感情呢反而会加强，其实就是有点逆反的感觉哈。恋爱关系呢也因此就更加的牢固，这种现象被称为 A 晕轮效应， B 期望效应， C 马太效应， D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那肯定是罗密欧朱丽叶效应啊，因为跟爱情有关，爱情有关，对吗？我觉得你确定吗？等会儿我再想想。哎呦，别等，可以想一下吗？晕轮效应是晕轮，就是为爱情晕了，为爱情晕了。哎，你现在别拿着个芭比娃娃晕了啊。我想想啊，期望效应，马太效应，我感觉肯定不是，因为我有种，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词儿，但绝绝没有跟爱情联系过，联系在一起过。D， 你的回答是，这个马太效应肯定不是啊，因为马太效应是好的越来越好，坏的越来越坏那样子。期望效应它也不是，晕轮效应呢，其实是有点就是说他对一个事情的最初的印象，然后呢就一直非常的强，然后就盖过了以后的那种，就是这种。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你说的 D。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哎呀，看来直觉挺重要的。直觉当然很重要啊。我写掉了，我刚才想要不要改成 A 呢，给整晕了。其实有些时候我一直在想哈，就是在看英茜答题哈，那种质感特别重要，而且是尤其是对于很多那个有学习精神的人，他的那种质感也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是经常在这个知识的积累的过程当中啊，他其实在大脑当中是有记忆的，然后突然一下他的那个反射会给他一个特别正确的一个直觉，是这样的，就是不光是很玄的那种直觉，而是说其实是有知识积累的，在这种基础上的那种直觉。今天季星给我们的就这种脱口而出，那肯定是 D， 真的是 D。 你觉得我这算是懵的，还是说有点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在积累的基础上的一种非常好的直觉？
谢谢。你现在积分已经100分了。接下来是50分值的这道题，最高分值的题，但是你还有求救热线可以用。你来看一下这道题。哦，对对对，留在现在用哈。嗯。如果飞行员驾驶飞机往南飞行100公里，嗯，又往东飞行100公里，再往北飞行100公里，那么他就回到了出发点。那请问，他是从哪儿出发的？他的出发点在哪里？天哪，他为什么要这么飞呀？有点晕，就是，对，你看，从南100，然后再向东，然后再向北。哎，你现在有一条求救热线，我可以求助。对，不用也浪费了。这个时候小尼出现了，哎，我太盼望你出现了。小尼在关键时刻及时出现哈，静心求助我，但是我有问题想求助他以及其他的两位女博士。嗯，这个感情也是女博士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方式哈，但是以我比较狭隘的观念来看呢，并不是所有的男士都能够接受自己的另一半学历比自己高很多。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我要是选择女朋友，我可能更愿意去找一个跟自己学历相当的。所以这方面你们有过困惑吗？或者说会有过这样的情况吗？周围的男士男性朋友中有没有过？肯定有，肯定有，我相信他们俩100%都会遇到。有吗？反正我遇到过。嗯，这两天刚好在网上看到一个对女性的评价哈，它全部都是用武侠小说里的人物，说大专生是赵敏，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研究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绝师太，博士后说女性，博士后是东方不败。我觉得太可怕了这个评论。哎，我觉得我更崇拜那些敢于娶女博士的男人了。其实有一个理论，小丫你应该也知道，就是 A B C D 男 A B C D 女，那个，对对对对对，那个东西就是高男和低女，对，低女和高就是高男和低女，就是，然后低男和高女，对，低男和高女，对对对。我担心的是，我怕我跟他聊不到一块儿，我怕他总有一天会觉得，哎，你的学历跟我不是很匹配。错，其实女博士也是要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就会自己回家做饭，我做饭也很好吃。哎，之前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听你打电话，有点偷听的感觉哈，因为我在你后面开会的时候，你在问你爷爷。你怎么老偷听？没有，你说你爷爷生病了，你给他熬那个什么补品，怎么炖怎么发什么的，我听见你在打电话。哎，我说这家这手真巧。哎，那个其实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去年，然后爷爷因为他得的是癌症，已经80多岁了，然后他什么都不能吃，因为是肠子整个的功能都已经没有了，要挂一个袋子，然后任何能够堵塞到那个管道的东西他都不能吃，不能吃。然后我就托人从香港买的燕窝，虽然很贵，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一定要爷爷吃点又有营养，然后又让他消化功能比较弱一点的东西。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家里的那个阿姨，就告诉他怎么做，而且我给他发了 email， 就是对，我看见你都在那写下来，第一要加多少水，发多少时间，然后又怎么样，然后又怎么样，特别细，打电话告诉家里人。但那时候其实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能做的很少。我爷爷从小对我很严，因为我爷爷奶奶一年都去世了，我从小没有上过幼儿园，都是跟他们长大的，对，是他们带大的。你看我一说让你难过了。没有，其实说女博士也好，我觉得女孩子也好，尤其咱们在电视台工作，其实有时候说咱们忙是很忙，但是难道真的就忙到没有时间就去和他们多待一会儿？我每次春节回去看他们，各种的朋友聚会啊，就老说，哎呀，我今天去跟这个朋友吃饭，去谈点事儿，其实完全可以把那个时间用来陪他们，但是总是给自己很多借口，然后当有一天你感觉到这个亲情要离你远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时间有点时不我待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一种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在的这种危机的这种感觉，紧迫感。所以一到就是1周年的时候，我和我妈妈就从我买的很多杂志上捡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因为我爷爷最后是什么都不能吃，就给他烧过去。就是其实不管形式怎么样，就是内心的一种感受。其实我那次听到季轩在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你特别细，然后恨不得就是告诉人家这个
多少克水，多长时间，几分几秒的都算得特别特别清楚。放心，嗯。所以我觉得现在所有的男性朋友，包括小尼在内，需要做的事情呢有两件，一个是去掉女博士头上的光环，忘记他们的光环，去更多的去了解他们内心的世界，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一点。自信一点哦，小尼。一二三四，四种求助方式，请选择。嗯，反正我是一号，我就选一吧。好，看一下一号背后的求助方式是求助。你没法求助他们俩，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的观众。求助任意一位观众。啊，哪位观众朋友？你肯定喜欢看季星的节目，我刚一说你就开始举手了。你知道他是博士吗？哎，我还真不知道，今儿第一次知道。哦，第一次你知道季星是女博士，你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假如说啊，在生活里你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是一个女博士，你会有这个去爱她的勇气吗？你很喜欢她。我觉得现在我说话不太方便，因为我女朋友在我边上了。嗨，这个已经没有假如了，所以我只能是那这样，我们可以这样：假如你身边的这位姑娘她考上了博士，她正在攻读博士。啊，哎呀，太好了！真的正在攻读博士吗？是啊。哇，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啊。是啊，而且现在女博士的人数现在越来越多，不像以前就是人很少。哎，你赶紧给季星儿支招啊。对啊，是这样，那个我现在这个题答错了没责任吧？哎，怎么回事？一个男人首先说没有责任吧。我这都紧张了现在。是这样，我刚才想了半天，这个呀是应该是从北极的极点出发，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是从北极的极点？因为北极的极点从出发到哪儿都是往南走，但是它到了那个往南走100公里之后呢，再往东走的话，再回到这再往北走，正好是北极的极点，就回到原点了。北极点，北极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博士。谢谢你啊，谢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博士，但是我知道他身边有一位女博士，那这样的男人应该不会错的。不会错，嗯。我觉得我首先祝你们俩幸福，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在这个社会上能够面对自己的爱人也好，女朋友也好，是女性又是博士，然后还是会有一些舆论上的压力的，别人会说哎呀你看你的朋友是博士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这个男人一定是一个真正真心的爱他，然后有自信，谢谢能够和他幸福相守一生的人。 真的，我那什么时候出现呀？大家帮忙啊，听到没有？大家帮忙啊，人人有责。我非常相信你的选择，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没错。北极点，嗯，确定？确定，肯定。你的答案就像你选择的女朋友是博士一样，真的是太完美了。谢谢你啊，谢谢，真的非常感谢。北极点正确的答案是。谢谢季星儿花时间来到我们这里，谢谢小丫，来这边请。嗯，告诉我你的选择。我们97年在北京首都机场一见钟情，闪电式的结婚，至今仍然坚持在热恋之中。你是王先生啊？啊，咁今晚嚟到广州，我都几欢迎咁啊。我说听不懂，跟我说。爱情是不分国际、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也不分种类，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不用管别人说什么。好，谢谢，感谢金至尊珠宝对本栏目的特别赞助。一号选手季星的答题非常的完美哈，150分。这是不是给我们后面的两位女博士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呢？没有关系，放松一下。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3号选手李美霞，她将展现在自己的这个智慧之外的多才多艺的一面哈。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3号选手李美霞，加油！欢迎美霞。如果说我突然在一个马路上见到你哈，我觉得你看上去晃一眼就像一个中学生一样，是吗？哎，你平常都喜欢把眼镜放在这里是吧？需要用的时候才戴。对对，平常不戴的。其实我知道，我有一个女朋友，她的习惯也是这样。我当时我问她为什么要把眼镜放在这里，她说我的眼睛这么大，我为什么平常
不用眼镜的时候，我要戴着眼镜遮着他呢。对啊，你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是啊，怕浪费掉。你看哈，其实爱美都是这个女性共同的哈，女博士也是这样子的。今天美霞，你的亲友团谁来了？在这儿。有我的爱人，我表哥，我侄女，还有我外甥。我基本上知道表哥是哪一位，比较严肃的一位肯定是表哥，是吧，表哥？爱人，我觉得是穿哦，你好。对。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小安你好。你，请问你的学历？也是博士。你们俩谁先读的博士？他先读的。哦，我觉得你特有勇气，美霞先读的博士。那一般在家务上你们俩都有什么分工啊？比如做饭呢？做饭也是，其实他下班早的话他就做了，我要下班早的话就我做。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洗碗？就是谁做了饭，另外一个人洗碗。哎，我觉得这个挺科学的哈。带孩子谁带？带孩子。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小宝宝。对，一岁多了吧？对，一岁多一些。一岁三个月多了。一般他都是他，一般妈妈跟孩子相处的是。谁起的名字呀？大名是我起的，小名是他起的。对，这个也分工。这个爸爸管大名嘛，哈，妈妈管小名。那现在跟孩子住在一起吗？没有。哦，孩子在哪儿啊？没有，在山西，在老家。在你们家还是在你们家？在我们家。啊，奶奶带着。对。哦，多长时间没见着了？有一个多月了吧，因为想吧啊想，因为前段时间他有身上有血管瘤来治疗过一次，就又送回家去了。没有什么大问题，谢谢。哦，我觉得现在美霞的状态有点不对了。我估计他在想孩子，一说孩子他有点走神了哈。那倒是。来给他加加油。谢谢。我们先来看你的第一题啊。好，第一题是十分值的题。拔掉白头发的地方能长出黑头发吗 ？A 能 ，B 不能。好，选 B 吧。不能。嗯。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好，开了一个好头，来看你的第二题。第二题的分值呢是20分。口干舌燥的时候最适合吃的水果是哪一种 ？A. 荔枝 B. 苹果 C. 香蕉，就是口特别干的时候。也就是口干舌燥呢，在中医学上来讲呢，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有点虚火，或者说有点上火。我选苹果。苹果。对。为什么呢？我觉得其他两类就是那种糖分比较高，然后糖分高的话我觉得是更容易渴，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育才关怀斗山企业为开心字典的选手加油，也要为我们今天的三位女博士加油。选苹果 B。 确定？对，确定。确定吗？确定。我问一下你的博士先生，你选哪个？支持我爱人吧，选苹果。这道题完全就是你们俩通过这道题在表达相互的这个心心相印的感觉哈。荔枝这种水果呢，它其实是温性的，吃多之后呢会上火哈。苹果呢它是属于中性的，那么在上火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吃一些稍微凉性一点的，就是稍微寒一点的水果。三种水果相比呢，香蕉呢它是凉性的。那同样的有凉性的水果呢，还有像西瓜呀、梨呀、橘子呀，这些是属于凉性的。很遗憾，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C 香蕉。不过这个题对于你们来说没有白费，我觉得你在任何时候都力挺你的太太哈，我支持她一下，我选一个跟她一样的。要是我的话，我宁愿答错，我也希望我的先生跟我是一致的。这是意外的收获哈。好，来看美霞你的第三题。好，第三题是30分值的题。液晶电视在高亮度和低亮度的时候的耗电量相比，就是调的比较亮和调的不太亮的时候相比 ，A 低亮度时大，耗电量大 ；B 高亮度时耗电量大 ；C 一样大。
我觉得选 C 吧。一样的。嗯，确定吗？确定。你选是选哪个？我选 A。你这一回怎么不支持他了？感觉好像出题的这种方式吧，总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物理题好多年我们都不学物理了，忘了。我知道原因。感觉是。刚才那道题呢？你知道你的妻子可能答错了，所以你要在关键的时候站出来。这道题呢，你知道他答对了，你就不用那么担心了。你的回答是正确的 ，C 一样吧。他今天一定又要煮饭又要洗碗啊。对。好，来看你的第四题。第四题是40分值的一道题。在冬季，车内不太适合使用以下哪种香水 ？A. 茉莉香 ，B. 薰衣草香 ，C. 柑橘香 ，D. 绿茶香。冬季。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跟我们的个人爱好有关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就喜欢这种香，他一年四季都要用这种香也没有问题，只是从一个常识的角度来看。冬季。哎，可以使用求救热线。热线好，记住一下。2、3、4，3条求助热线，请你选择一下。我选四吧。4号背后的求助方式是、求助。哎呀，你最信赖的那个人。是吗？现场亲吻，就是您了，男博士。经过我们的慎重选择，我们选 B。薰衣草。对。为什么？懵的。你太直爽了，薰衣草香不合适，他觉得。你确定吗？ 我觉得这是他们集体的智慧。那我尊重他们，相信他们。他们说是懵的，我觉得你们真是博士懵啊，都不一样。你的回答是正确的，谢谢。因为薰衣草这种味道呢，它比较过于香甜，所以在冬天的时候放在车里呢容易犯困，但是也不是说是绝对的，有的人他就喜欢闻这个味道，对吧？因人而异。好，接下来是你的最后一题。好，最后一题呢是一个生活常识题，你要仔细的看啊。你看在我的手里吧，有这样的一些图片，这个你知道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吗？这是熨斗。但是它的意思绝不是熨斗的意思，不仅仅是熨斗。比如说很多那个服装上有这样的一个标志，意味着什么？可以熨吧，衣服。不可以熨。不可以熨。这个。这个。也是衣服上的吗？衣服上的。这两个可以对比着看。是不是不可以拉伸？不可以拧。这个是什么？不可以拧。可以拧。不可以。完全正确。我们的问题是，请问这个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不可以放那个樟脑丸？好，你再看一眼，做最后一次选择。这件小小的 T 恤衫，没想到学问还这么大。这个标志是什么标志呢？如果我们大家有比较细心的话，哈，有心人的话，会在很多衣服上发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图案，它是有一个提醒你，对这件衣服应该怎么去洗涤，应该怎么去做，很重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美霞会不会想起来，它究竟代表什么。
广告之后还是这道题，它代表什么？五、四、三、二、一。我要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有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不是不能暴晒？阴凉的晾干啊，阴干。你为什么要加上是不是？它就是，那就是阴干。阴干不能暴晒，因为这个上面有这个道的话，就是说有点阴影，不要在阳光下。遗憾，遗憾，遗憾，太遗憾了！这道题的分数那么高啊！是啊。哎，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很完美。你先生说有一个多月没见到孩子了。对。那比如说放在山西，放在奶奶家，你放心吗？因为你们都是学医的，然后让老人来带孩子，会不会觉得有点但是没有办法，太忙了。对，一个是太忙，一个就是说孩子太小，要是上托的话更不放心，所以说还是让家人看着更放心。然后他现在也挺健康快乐的，长了挺多，长了挺高的了。像你上一次见面，像爸爸都有吧，都有啊。对，我觉得眼睛像我，然后那个轮廓，对，我觉得眼睛像你比较好，比他爸爸大。然后那个脸那个轮廓，还有那个嘴巴比较像他爸爸。他的小名叫什么？小名叫青青宝贝。哇，四个字哈。青青宝贝，这是你起的。大名呢？爸爸起的大名是什么？刘成玉。刘成玉。刘成玉是星辰的辰。哦，星辰的辰。然后火日丽那个玉。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晨就是早晨吧，然后那个玉就是光辉的意思，然后合起来我们就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对，早晨的阳光吧，然后希望他健康阳光快乐向上这样的。尽管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演播室都点着这么多的灯，但是呢我们要请来一缕早上清晨的阳光。你在哪儿啊？太阳快出来吧。天哪，是真的吗？宝宝妈妈谢谢奶奶。奶奶辛苦了。哇，眼睛真的像你那么大。是吗？哦，爷爷来了。哎呀，爷爷您好您好您好。爷爷，爷爷还认识我，说小丫。姑姑也来了。姑姑也来了。来来来，姑姑来。真的是太好了。我有些时候我特别感谢我的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呢让我看到了特别多的这种相亲相爱的这种时刻哈，家人的、朋友的、恋人的、夫妻的，真的太好了。亲亲宝贝，你好，来给大家招招手。来，宝宝转过来。这样吧，我们请来了摄影师，我们一起来照一张全家福，好不好？好。来，请我们的摄影师来。谢谢，感谢金至尊珠宝对本栏目的特别赞助。怎么样，看着三个女博士在开心词典答题，是不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呢？尤其是当她们要面对很多日常只有家庭主妇或者是我们普通人才会面对的棘手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哈。不过她们的表现非常出色，我们的一号选手的积分是150分，而三号选手呢现在是80分哈。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今天的女博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故事。有请二号选手李丽，加油。李丽，真的，你看上她，你觉得她特别像一位明星。然后呢，你再一打听她的这个学历，哦，博士；再一打听她学的这个专业，还是地理学哈。但是大家想象不到哈，她的舞姿有多么的优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好了，我们给了李丽一点时间哈，把那个服装换了。我觉得你穿什么衣服都特好看啊，谢谢，真的谢谢真的。那我就给你发题了啊。啊，第一道题十分值的题。其实第一题是非常简单的哈。我们平时所见的红，就是那个彩虹，天上的彩虹，和以下哪一个一样？你仔细的看这两幅图，其实它非常不一样。你看 ，A 外圈是红色，内圈是紫色。而 B 呢，外圈是紫色，内圈是红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是由里到外还是由外到里？那我选 A 吧。选 A 就是红色的在外，紫色的在里面。对对，确定吗？确定。你的回答是正确的，谢谢。因为我们现在在城市里哈，这个空气不是特别好，然后雨过天晴的那种机会也不是特别多，所以看到彩虹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的话呢，可以仔细的看一看，红色的那个圈更大，是在外面的。接下来来看你的第二题。我国古代用粉黛，指女性化妆用品，粉的作用类似于现在的粉饼，干粉粉饼，黛的作用类似于现在的哪种化妆品呢？A 口红， B 眼影， C 眉笔。我的第一感觉是眉笔吧，因为这个袋子它下面有一个黑字，所以我想，因为眉毛是黑色的嘛，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 C， 选 C 吧。是一种青黑色的颜料哈。对，你的回答是正确的，谢谢。眉笔。来看你的第三题。康乃馨的花语随着花的颜色呢，它是有所不同的，表达的内容有所不同。那送康乃馨给母亲的时候呢，下面这三种颜色的康乃馨哪一种颜色呢相对来说不太适合？ A 是红色， B 是黄色， C 是粉色。红色首先应该是排除的，因为我记得有一年的母亲节一个超市搞活动，然后说如果买够多少可以送一支康乃馨送给母亲，然后当时那个超市里头都是红色的，对，都是红色的康乃馨，所以 A 是不可应该是不对的。我想应该选 B 吧，黄色的。确定吗？确定。确定。你的回答是正确的，谢谢。因为这个花的语言吧，其实就是说有很多都是我们知道的，也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黄色康乃馨的意思呢，它好像稍稍有一点就是不太友好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可能这种是一种就是某些地区呀，或者某一些人的这个习惯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所有的鲜艳的花朵或者是不鲜艳的花朵，只要它是自然的，它是植物，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哈。它的颜色可能跟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对对，地理，你真的是不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对对，可能跟它的土壤啊什么的，阳光啊什么的哈。是的，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题哈。从色彩的角度来说，下面服装当中哪一个是典型的冬季色彩？典型的冬季色彩。A B C D。A 呢是颜色比较深的深蓝色 ，B 呢是这种浅橘黄色。C 呢是浅黄绿 ，D 呢是淡蓝。我想冬季应该是寒冷的季节，那么如果是冬季色彩，应该是一种冷色调的。然后 B 和 C 都是一种比较亮的颜色，应该是暖色调。然后 D 是一种粉蓝，想应该，我觉得 A 吧 ，A， 对。你的回答是育才关怀斗山企业为开心词典的选手加油，也为李丽加油。李丽，你真是服装方面的高手，完全正确，谢谢。我们今天讲的无论是薰衣草的味道，还是这个花的语言，还是这个颜色的选择，其实呢都是不是说必须是这样的，没有标准答案。对对对对，它可能是一种常识，一种通识。如果你冬季你穿这个粉色的好看，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哈。相对来说，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对对对，是这个 A 呢，它是属于冬季的颜色。接下来继续。
这道题的分值呢比较高，是50分值的题。题型有点不一样，它是一个词语的转换，就是你转转转转转，然后你这个词要转到这个词，就有点像接龙。用词语进行接龙，转换成规定的词语，请从美女转换到博士。这个当中我们不限制你要转几次哈。嗯。你要是愿意转100次也行。今天李丽的亲友团是来了谁？来4位。哪里？跟我们招招手。都是谁呀？一个是我的男朋友，另外是我的同学，还有好朋友。啊，李丽的男朋友。对。你戴着眼镜，你肯定。没有，我是硕士。你是硕士。对。你怎么敢追李丽啊？她那么漂亮，舞又跳得那么好，歌又唱得那么好，还是博士。嗯，只有一个理由，你要对自己充分的自信。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你很爱他。嗯，谢谢。哎，你那会儿追他有没有胆怯过呀？经历过很多挫折，其中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是确实也是幸福的。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当然，中途的很多故事，我觉得可以作为经典。那么在这里，我觉得太长了。就讲一个短的。短的其实可以用4个场景去概括、啊、第一个就是马路边，那么你第一次问他的时候、啊、他拒绝了你，那么第二次是公交车站，你问他的时候，那么这时车来了，他走上了车，那么第三次呢是地铁间、嗯、当你再次去问的时候，地铁又来了、哦、最后一次是在教堂旁。嗯，那么这次我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怎么掌握？我不再去询问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啊、而我是说将我手中的玫瑰献给我的女朋友莉莉。啊，就直接就给定掉了是吧？对。哎，我觉得你最后一次做的特别棒，但是你在公共汽车旁和地铁旁你都没做对，车来了，管它是公共汽车还是地铁，你跟着上啊。那上了之后，这个氛围和感觉就完全变了。那么就是我想，而且对方那种，他是一种怎么讲呢？用他自己的话，他叫慢热，他不会说突然的去答应你，或者说给你任何承诺。那么他需要一个过程。他给我讲故事，就说你要像煮开水一样，小火慢攻。小火慢慢炖哈，哎，我觉得你们俩真好哎。嗯，还好。你们俩有多长时间了？2年吧。哦，什么时候结婚呀？哦，那个还在未来的规划当中。另外，我们两个人也用我的话来讲，也在事业的高峰期。他李丽在这里透露一个小秘密，李丽要去英国去。进行进修，但不是攻读，去那边作为研究人员。多久啊？要走？1年。你能忍受吗？没问题。是我不能忍受，我会跟着过去的。那我这边也会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开始接龙，美女到博士，美女，女人，人，人选，选拔，拔高，高深，深渊，渊博，博士。哎，我要告诉大家，我的电脑上从来都有正确答案，我电脑上的正确答案跟莉莉说的完全一样。美女，女人，人选，选拔，拔高，高深，深渊，渊博，博士，一模一样。恭喜你，谢谢谢谢。哦，小宝宝。哎，多了一个成员。你好，你好，你好，要跟妈妈一起答题啊？对啊。妈妈不会的时候你要提醒她、哦。为我加油助威。哎，这是一个这个智囊团啊。哎，对，哎，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开心一对一的答题环节结束之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现在3位女博士的分数情况。1号是150分满分。2号也是150分。3号。虽然是80分，但是人家有一个小宝宝，多幸福啊！哈，现在呢，我们要进入最后的对决时间了。虽然我们的3号选手呢分数稍微落后一些，不过没有关系，这一环节呢，我们的分数差距会拉得比较大哈。规则是这样的，我们的选手，分数最高的那位选手有选择
优先选择权。优先选择权，但是两位分数是一样的。打平了，所以我们要再加赛一题。加赛一题。哎，两位继续抢答啊。嗯。请问，指甲，人的指甲当中有神经吗？请作答。好，一号。没有，没有神经。你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的，好。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最后对决的环节，首先要让我们的一号选手来选择一个分值。嗯，我选八十分吧。接下来李丽来选，你选哪个？好像只有一个选择可以赢了，是吗？那就选一百分吧。你只有选也不一定。只有选一百分，选一百分。选一百分，嗯，李丽选一百分。好，现在，哎呀，我们的三号选手美霞已经。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不愿意跟美霞再提问了，他已经置身事外了哈。美霞你别无选择，现在你只能选这个五十分的风险的题了。不过现在对你来说，你觉得不选是更好的呀？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要根据这个选择分数的高低，从低向高来进行答题。所以首先答题是我们的三号选手美霞。美霞的题目是分值五十分，如果回答正确为你加五十，如果回答错误为你倒扣五十。这道题目是：以前称茶楼里烧茶倒茶的人为茶博士，我国现有茶学博士，茶学博士这个学位吗？我答有吧。有。对，把这个八字去掉就更好。有，你的回答是正确的。茶学博士，中国嘛是这个茶叶生产的大国，也是饮茶的大国，肯定有茶学博士的。没错。好，为美霞加上五十分。看看一号选手纪星的答题，你选择的是八十分的分值。分值什么？来，八十分，也跟博士有关。在我国，博士最早是一种官名，始建于战国时期，当时的博士。是负责什么的官员？A 向皇宫贵族教授礼法。B 负责军用物资的管理调配。C 接受皇帝的咨询，参加政论。是 C。C 接受皇帝的咨询，参加政论。确定？你的回答是正确的。所以纪星加上八十分之后，他的分数现在变成了230分，但关键现在还是要看二号李丽的答题。对，李丽的这道题呢，分值是100。如果李丽答对的话呢，他会加上100分，会比纪星高20分出来。来，当然，如果答错的话，就会倒扣100，也就会比纪星少20分。很关键呐。哎呀，这道题也跟博士有关。我国乒乓球的名将邓亚萍攻读多年，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获得的是什么学科的博士？ A 心理学， B 经济学， C 管理学， D 文学， E 英语。心理学和英语应该不是的，因为我爸爸是一个体育迷，他非常喜欢乒乓球比赛，而经常看乒乓球比赛，然后有的时候关于邓亚萍的一些报道也看过，然后我也知道他是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是吧拿的博士学位，我想应该是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间选择一个。我选经济学吧。好。哎呀，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如此紧张的时刻，我们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来揭晓正确的。欢迎回来。李丽的答案是经济学。三位女博士，救美霞完全不管你们俩了哈，她已经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了。李丽，你选择的是经济学。经济学，嗯，确定了。你的回答是。还是你来说吧。李丽，你的答案是经济学，那我来宣布一下，你的回答是。哎呀，快说，太难说了，你来吧。还是你来吧。经济学回答正确，掌声鼓励。谢谢大家。所以今天的冠军已经诞生了，她就是我们的二号女博士李丽，掌声送给她。来，并且有请三位女博士还有小朋友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来。
李琳，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现在可以公布一下。我的家庭梦想是一台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现在归你了，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冠军。谢谢谢谢。斗山企业祝福全国的观众幸福永远，笑口常开。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三位女博士哈，花时间来到开心资源，让我们看到了女博士的另外的一面，那么热爱生活，那么有爱心，而且那么美丽啊。没错没错哈，我希望所有电视机前的男性和女性朋友们都能够改变一些自己之前的成见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们。谢谢，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小鸭，我是小林，祝你开心，祝你幸福，再见再见。气象你来得及吗？爱情是不分国际，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也不分种类，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不用管别人说什么。我们1997年在北京首都机场一见钟情。哎呀，我上啊啊刚。来到广州，我都几欢迎，搞嘛？我说听不懂，跟我说。